喂，小子，等一下，你不是？没错，你就是那个叫腓里曼还是菲里曼的科学家，对吧？你一定是来对付合成人的。只有一个人好像太少了，不过这种时候跑来圣欧家也没其他事情可做了。我可以带你去他们的基地，反正我会尽力帮你就是了。现在让我先帮你开锁吧。我记得这里有钥匙啊，在哪儿呢？找到了，快去吧，小伙子，毁掉那管炮，别浪费时间。
成功了，跟我一起回圣欧家去吧！我们要大开盛宴，庆祝胜利。你，应该喜欢吸血虫吧？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你怎么开始变模糊了？你大概还要去别的地方吧？很高兴认识你。